你想要变安尼对待我，我拢要还后壁去美国。你搁当来找我，讲你爱我。如果拒绝你，你讲你袂搁去骗我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燕子，是安怎啦？你电话内底那只激动啦？你根本我是安怎？是因为你。 欺负我，会伤害我，感觉我这么好骗是唔？我这么好欺负是唔？我今仔日袂阁原谅你啊！妍希，我爱你拢袂负啊，我哪会骗你啦？到底什么代志？你讲清楚好无？我是搁做什么？你是不是跟吴佳伟已经登记结婚啊？ 到底想跟你讲的？你莫讲骗啊！我拢看到啊，有这位身份证、配偶栏、下个三个字，就是张正浩，就是你的名。阿祖，你无话通讲对无？你常常讲讲你爱我。 刚刚这就是你爱我上好的证明，你爱我到去娶别人，到最后，你把囡仔生落来，你一个花仔就欢喜的，啊，不过你搁要骗我你爱我，你无我你会死，张正浩，你哪会当你自己搁自己骗我？你想到骗我，我的比死更加痛。 你敢无跟我你安尼对待我，真正足过分，真正足超过。你真正足苦，足苦！你哪会这么苦？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你啊，我时间出你这件代志啊，谁都唔听我的话，你搁再找我要创啊啦？我若是无去找吴佳文，你是不是搁要骗我？ 你拢有甲我讲过，你已经无去恁兜住。你敢知影，我伫市场里，你甲伊做伙困，我真正着要气死啊！就算伊搬来到我这块住，是有安怎啦？也是。 我甲你讲过啊，我无爱伊，我爱的敢若你尔。不过今麦伊巴肚内底有你的囡仔，万一有一天，伊伫你的身躯边讲好听话，互你听，互你暖心，佮接受伊，到时阵你佫要甲我放下。 到时阵我要安怎？我要安怎？你讲啊！所以你着搁走去找佳文，利用伊来听听我的代志。我嘛无想要安尼做啊！啊，不过好佳哉，我有去找吴佳文，看到伊的证件，啊，就无够钱吗？我拢会互你骗到玲珑山，张正浩。 你哪会当安尼做啊？不是安尼啦，我的结婚嘛是用逼的啦。这讲来讲去，嘛拢爱怪你啊。像个你刚伫阮家门口，入逼我来进你，结果伊我妈看到啊，所以才叫我甲佳文去登记结婚，若无。 就要搞动作，我惊关的。所以你两个是刚登记结婚的。你敢知我嘛足痛苦的？我毋甘你，我知我亏欠你，我毋甘你伤心，所以我才会摕旧的身份证互你看。你相信我好无？我毋是要欺骗你。 你起码甲吴佳文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翁仔某，
安尼我就变作是小三呢，好像我若是知影咱的关系，伊是会当告我，到时阵我毋若要赔偿伊，就连我的名声拢会害了了啊！到时阵我是要安怎倒去陪伊做工课？我若是有做小三的查某囝，伊的面子是要放低倒。 求神公，爱一个人是这么幸福、这么快乐的代志，不过是安怎我爱着你，我就变个像你啊痛苦，我痛到痛到拢无法度喘气啊！ 我只是要讲清，拢无法度弥补你。不过我咧保证，这个是暂时的尔，我一定去处理这件代志的。我绝对袂让你拍做小三的名。你这句话我已经听足侪次，我千万袂阁相信你讲的话。 到你啊，到交往之后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但是，你别想我无我。我不是冲动，我真正就忝的，我真忝的，我已经无迄个气力去爱你。 你走，我想要再看到你。你走，你不走是？我走，叶西。 是啊，妍希这个真正生气啊！万不如离开我，无伊的支持，我正常的拍拼来保佑伊啊！不用的，我不用让这件代志发生。好，既然你要跟我分手，我看来无意义啊！妍希，我爱你，咱有谁能再过见面？ 再过见面。 你看嘛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你拢知影你欠我迄有车撞着呢？那安尼你咧，哪会这么戆啊？竟然走去路中互车撞？因为我爱你。
我是真正用性命咧爱你。今日要跟我分手，那你我无想要活。你别再讲啊！哪会当在我面头前安尼有袂讲话？哪想三长两短，是我要安怎活落去啊？是我不应该欺骗你，也不讲我那做，是因为我怕你会伤心，我怕你会离开我。我该当拜托你了，莫再跟我讲你要跟我分手，莫再想起我无。不过你今晚一定结婚的。你安尼就等于逼我做迫害别人婚姻的歹人，我是要安怎跟你做伙？你嘛知影，我自细汉就跟我妈相依为命，我无可能唔听伊的话，甲嘉文结婚啊！不过我爱的人是你。我不想要让你吃亏。是，你去小饮一下好不好？给我一挂时间，等嘉文囡仔生完，我一定要跟伊讲个清楚。我要让你一个名分，让你名正言顺的做张太太。你去相信我一届好不好？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相信你？你是安怎爱我这么为难，做这么困难的决定？你若不肯，我无法度啊！我嘛无想要让你受委屈。若无照你所讲的，咱以后莫搁联络。这世人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归我，我哪会这么憨？我想都没这么爱你。我一定要忍受，忍受寂寞。我真正就怨叹我家己，我死也要将你讲，将你讲。你妈在对家己啦，是我唔对。你别拍了，拍我好不好？你拍我，你拍我，是我唔对，是我唔对。别讲怕，我怕你怕，别讲怕，别讲怕。是，是你啦。我甘愿所有的伤是我来受，所有的苦是我来劳。我甘愿希望你当快乐就好啊。妈呢？我不可能快乐，